你好，请问你是哪位？你就是小念吧？嗯。说起来呢，咱们俩还挺有缘分的。之前啊，有个白痴在马路上追着我，一个劲儿的叫小念啊，小念啊。今天见了你本人，我才发现他原来是在夸我呢。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是夏君，谢妍的未婚妻。少爷他今天不在，就因为他不在我才来的。有没有时间啊？带我这个未来的女主人好好参观参观呗。